邻居们，你们好！在我们的努力下，我们的超市重新装修，现在正式成为辉山牛奶超市。街坊邻居们，有什么需要的就来找我啊！我呢，被聘为这个超市的店长。下面有请我的支持者闪亮登场。行了，是营业，穿这么浮夸干啥呀？哎呀妈呀，在屋里就别戴个墨镜了你呀，妈还戴俩干什么玩意儿，你给我拿下来。还有呢，这下没了。棒棒棒棒棒棒棒！哎呀，我们这个牛奶超市在我的大力支持下隆重开张。哎呀，说的不准确啊，我应该是装修入股，我入了一小股。大姐，快看看我今天帅不帅？听听，就这身衣服挺帅的。什么衣服？人儿怎么样？你看看长得啊，长得倒是挺热闹。可是你看这脸上怎么这眼花缭乱的呢？啥叫眼花缭乱的？啊，我大小我也入股了。你说话客气点。跟你开玩笑呢。哎，怎么的？来干啥来了？大姐，咱超市开业了，你打算以后怎么经营啊？正要跟你汇报呢。哦。我苦思冥想了半个月，哎呦，想出了一个奇招，哦，任何人都想不出来。快点跟我说说。发传单。发传单谁不会呀？你还奇招？哎呀，你先听我说呀。啊，你说。你看，咱们辉山牛奶啊，那么多品类，你不得让大伙儿都知道啊？哎，有道理。那你打算怎么发呀？我得到各个地方去发去。哦，哪儿？你听着。你我听着。首先，哦，凌晨4点。小盒样早市，这个点上人了。哦，发传单。好好好，发到上午10点，转站中街。哦，中街这个点上人了，我发传单。哦，发到晚上6点。哦，6点转站北市场。哦，这个点上人了。哦，我发传单。哦，发到凌晨4点。哎呦，小盒样早市又上人了。哇呀！我发呀，我继续发。行了，大姐，你这叫啥创意啊？你这是啊？顺风，你说说啊？就我这一套发过来啊，还愁咱这超市没有买货的人？我现在不愁没有买货的人啊，我愁没有卖货的人。不，我在呢吗？你都连轴转了，还能有你呀？哎，对呀，对啥呀？对，大姐，你别着急，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向你传授经营之道的。哎，顺风啊，就我这么一点小小超市，你都能经营明白？哎呀，街坊邻居们都了解我呀，我钱顺风纵横山海这么多年，俗话说得好，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？啥？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呀，你只要掌握了我的经营之道，一定能干好这个超市。哦，明白了。哎，就是让我跟你学。对了，你能保证给我教会吗？你只要按我的经营之道去行事，一定能成功。行，从现在听你的，你说。干说呀。啊，你不得来瓶鲜博士先润润喉啊？啊，来了，不懂事儿呢，这店长。快点的。哎呀，哎呀，看见没哈？你来一瓶啊。来，给你。哎呀妈呀，再拿去。这个啥呀？仙博士就是仙呐，润润喉。哎，这没开张呢，两瓶。这两瓶仙博士没了。啊，就是仙呐！大姐，你听我说啊，咱们超市开业了，最重要的是提供给客户情绪价值。啥是情绪价值？就是顾客来了以后，他得到的情绪价值越高，顾客就越高兴啊。啊，明白了。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看见没有，现在上人了啊，我去接待他，你看我怎么提供给他情绪价值的。好好学啊。哎。
哎呀，这位顾客长得可真好看。您是在跟我说话吗？我当然是跟您说话呀。谢谢。你需要点什么呀？我要两瓶鲜博士。哦，你要买牛奶啊？给谁买呀？给我孩子。咋的？你都有孩子了？你怎么可能有孩子呢？我怎么就不能有孩子呢？来来来来来，您一步一步一步，街坊邻居们你们看看，就这位女士，就人家这个长相，人家这个气质，她说她有孩子，你谁能信你有孩子吗？您这话说的可有点过分了啊！那您接着说。哎呀，街坊邻居们你们再看看，就看人家这小头型，哎呦，就看人家这小裙儿，活脱脱一个青春美少女啊。你这人说话可真有意思。您是要两瓶鲜博士是不？不啊，我要两箱。好嘞，我冰柜里给你取去啊。结账啊。哦，对，来扫码。哎，扫码。哎，你们店的服务可真好。给我吧，大哥。哦，好好好。不瞒你说啊，你也挺帅。哎呀，再来啊！我天天来。看见没有啊？这就叫情绪价值。本来人要两瓶，搬走了两箱鲜博士。啊，我明白了。嗯，就你的意思，就是来了客人以后，我就照着你这套说呗。最好一个字儿都不差。行。哎，来来来来，你请。这位顾客，你长得真好看。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是啊。您需要点什么？我要两箱鲜博士。买牛奶是吧？给谁买呀？给我孩子。咋的？你有孩子？那孩子是你的吗？那你怎么可能有孩子呢？我怎么就不能有孩子呢？来来，这不说话，这不说话啊！街坊邻居们，你们看看，这长相，这气质，这身材，他说他有孩子，谁信呢？是不？大姐，这话你说的有点过分。哎哎哎，不是大姐，哎哎，这头型，这小裙儿，活脱一个青春美少女呀！啥？大哥，这大姐说的啥意思？你说的啥？不是，你就等会儿吧，你先别说了。这位顾客你好，其实这是我大姐，她这个人吧，平时很幽默，跟你抖包袱呢。那包袱你得铺完了再抖啊。是，上来就管人叫大美女，这包袱能响吗？你看你这，哎，不是不是，先别说了。那个，这位顾客，您是要两箱鲜博士是吧？我给你取去。不买，我上别人家看看去。哎，这跟我媳妇说，下楼别穿围裙，别穿围裙。我长得这么花里胡哨吗？再来啊！不来了，别不来呀！呀，顺风啊！你说我刚才都是夸的，他咋就不高兴了？你夸啥呀？你夸夸一夸夸的你啊！你得看清楚，人家是个男的呀！啊？这还得分男女呀，你这不废话吗？大姐，就你这个智商确实把我给智商了呀。你啊，你这样的我确实教不了你啊。要不我试试呢？哎呀，我媳妇儿，哎呀，哎，口罩上写个开是啥意思？耶、yeah!大姐，停！你俩真是两口子，一个戴仨墨镜，一个戴四个口罩子，干啥呢？见面了啊！我来就见面了。大姐呀、啊，我们开的是辉山牛奶超市。我作为辉山乳业的销售代表，作为这个超市最大股东的夫人，以及你这位大姐的亲妹妹，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帮帮忙的。行了媳妇儿啊，我这股东都没搞清楚的事儿，你就回去吧，别裹乱了。
你会鼓动啥呀？你还鼓动啊？我问你，咱家钱谁说了算呢？你。那你刚才说那股东是谁呀？那你。所以我最有发言权。好好，二米啊，那你说我这超市应该怎么经营呢？哎呀，你这个超市啊。哎，大姐，你知道现在顾客最需要的是什么吗？情绪价值。你上一边去，哪个傻子告你的？是傻子。哎哎，还有呢，发传单，那还不如那傻子呢。你这是仪式感，仪式感，你懂不懂？我明白了，媳妇儿。你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每一个顾客到咱们这个超市来购物，就得给人家整个典礼呗。对呀、你等一会儿顾客来的啊，咱就按典礼给他整一遍，哎，指定好使。哎呦，真好，这能来人了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老板，来瓶鲜博士，典礼开始。谁的典礼啊？你的。天上喜鹊叫喳喳，客人把牛奶带回了家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的购物典礼。哎呀，停。不是，我是产生幻觉了吗？这屋里边不就你们仨人吗？怎么整得像我结婚典礼似的那个？请问这位顾客，你现在是什么感受？挺突然，我有点懵。懵就对了，因为这将成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。是吗？早知道我给我父母叫来，我再穿利整点好了哈。哎呀，不用在意那些细节，接下来就由我们店长把这份祝福送到你的手上。这还有我的事呢？快点，仪式感拉满了。哎，好好好。谢谢你把他带回家，希望你到家以后尽快把他喝完，因为他是辉山鲜博士，鲜奶就喝鲜博士，奶源从牧场到工厂不超过两个半小时，新鲜从源头把控，希望你喝得开心，喝得愉快，把它带走吧。祝你们幸福。多么质朴又感人的讲话呀。接下来就由你为这瓶鲜博士扫码。哎，仪式感怎么样？挺好。下回还来不？不来了。哎，咋不来了呢？这么庄重的时刻，我这一辈子有一次就够了。不瞒大家说呀，我现在拿着这瓶奶回家，我都不知道我对象能不能揍我。哎，不是，你对象爱啥呀？你爱啥呀？就你这一套下来，把我这顾客弄成一次性消费了。是啊，媳妇儿。你这典礼整的那回头钱都没了呢。哎呀，你俩能少说两句不？刚才那仪式感都拉多满了，留不住人怪我呀。不是，要不我来试试呢？谁又来？我哥。哎呀，我的啊。哎呀妈，哎呀妈。明白，小米粒儿啊，你是代表哪个群体呢？我代表的是我们年轻的消费群体，给你个建议啊。我们现在出门消费啊，更注重的是附加价值。附加价值？对呀。啥呀？啥意思？大姐，看见对面那火锅店吗？知道生意为什么这么火爆吗？为啥呢？人家把川剧变脸都请来了，那家似的，咔咔咔。老带劲了，就现在连吃个面条人家都唰唰，哎呦我天哪，唰都把自己都缠上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咱们也得耍起来。停，我们没有绝活啊，我们耍不起来呀。对呀，没活硬上啊。道具我都给你俩准备好了，来跟我到后面准备，走，快点快点，大姐，道具
等会儿顾客来了一定给我们留下啊，你就瞧好吧。 你就开个超市买东西扫码，那么复杂干啥呀。哎呀，洋洋来了，给我拿钱博士。哎，来，给你，谢谢。来来来，好嘞，过去了。等会儿，来来来，等会儿，咋的了？你先别走，不是，我们还是有些附加附加什么？不是，我有事儿，我那别走，你别着急走，我朋友等我呢。这来人啊，顾客要跑了，我快点来吧，快杀人啊！不是，不是，他到底还有人，我这。我给你尿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你别过来呀！我啊！你别过来！上上，来，别过来！三爷，我，哎呀，啥啥我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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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姐，二姐夫，来呀！没想到我们全家人都有绝活吧？绝活？合着你们给我演节目呢？啊！嗨，你们这也叫绝活啊？多绝呀！闪开！呵，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我！你好！洋洋啊，你别介意啊，这家里人呢教我那个经营之道呢，对，好给顾客一个更理想的购物体验。对，哎呀，大姐呀，你那些整的都多余了啊！我就买个奶，你这给我吓的。哎，开店呢，最重要的是价格合理，服务热情，那就不愁没有顾客。对，哎，来啊，你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就是顾客给完了钱啊。您得给东西啊，这个是我的呀，我的呀。你还别说，还是人家顾客说的对呀，顾客是最重要的，咱得听人家的意见。对，要我说呀，咱还发传单吗？对，发传单，发传单，去者。哎呀，我都说发传单，哎哎哎，回来这个点儿，住借，中介，去者。